好，我们开始来上课。那今天我们要讲的题目呢是 How does the Earth's magnetism arise? 所以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其实 in principle 我应该从这个问题开始，其实我就应该可以退休了。所以我是抱持着退休的心情来上这堂课，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振作醒来这样。然后我特别带了纸跟笔来，所以如果是轮到你报告，然后你没有Have nothing to say 的话，对，所以呢，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 question number four 是什么？好 ，How does the Earth's magnetism arise？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地磁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所以这是地球，然后它会自转。那我们其实从小都知道，其实事实上，地球在自转的时候，同时它其实最后 somehow 产生了地磁。那地磁的话，地磁的北极是在地球的南极附近，地磁的南极是在地球的北极附近。那 to make the whole story even more complicated， 这一个磁极的 alignment 其实是跟什么？是跟地球的自转轴几乎接近，可是又不完全相同。OK。所以这个其实就产生了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不过我们先来看现象学上面，就说如果今天地球其实 turns out 地磁外面的磁场非常非常接近一个 dipole， 就是我们那时候花了很多时间讲的，所以它制造出来的磁力线其实就像我画红线的这个地方。好，那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其实还不够有趣，因为呢，地球的磁场事实上还受到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干扰，就是太阳。好，那太阳事实上除了照太阳光下来之外，其实它还会制造一个东西叫 solar wind， 就是太阳风。听起来好像很 你会觉得很和蔼可亲，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好，如果你在太空中被太阳风直接扫到，大概只要一分钟，你就尸骨无存了。好，所以请你不要有吹南风的心情这样。所以 solar wind 基本上是带着非常非常高的 high energy particle， 好，然后这样吹进来。 But luckily 因为地球会转，所以如果地球不会转的话，就算有生物，那一定不是像我们这一类型的生物，是其他类型的生物这样。所以这些所有的高能量的 particle 就跟我们上次讲的一样，它们其实在这里就是地磁本身很漂亮的一个 magnetic configuration， 是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磁瓶这样。 OK， magnetic bottle。 所以那个 particle 进来之后，它其实就沿着这个磁力线在那边绕这样。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上次介绍的 Van Allen Belt， OK， 那 VA Belt， 那因为 VA Belt 的存在，所以事实上 Solar Wind 大部分都被 confine 在我现在画黑圈圈的这个地方。那这些 Van Allen Belt 它其实最接近地表就在南极跟北极，这是为什么南极跟北极会产生极光。然后当 Solar Wind 的强度如果又特别强的时候，OK，Van、okay, Allen Belt 的强度呢就会更接近地表，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极光非常非常明显跟绚丽的时候。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当你今天在飞飞机的时候，有没有？其实事实上，你如果你常飞飞机呢，你其实就会 expose 在这一些比较高的辐射剂量上面 ，then you are not protected。OK， 所以呢，你常飞飞机其实还蛮不错的这样。就跟你去照 X 光的剂量其实是差不多的。 OK， So that's pretty much it。 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其实有几个重要的 fact 在我们讨论之前。第一个 fact， 是这一个 almost align with the rotationaxis， 就它几乎跟旋转轴就是平行的，可是并不是。这是地磁的第一个特性。第二个是 reverses several times in the past。OK， 所以地磁的第二个奇怪的特性是，地磁其实事实上在大部分地球会转的时候都存在，可是它居然曾经相反过。OK， 意思就是说，
是曾经真的有地磁的北极，就是在北极；地磁的南极就是在南极。而且事实上，我们很幸运的就是说，在整个地球各式各样的灾难，就是地理式的灾难，比如说冰河时期啊，或是地震啊，或是什么东西的陷落啊，或是地磁的反转，就有人类以来，我们都还没碰到。那根据地磁翻转的平均年龄来讲 ，we are already overdue。OK， we are already overdue 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平均150,000年呢，地磁翻转一次好了。那我们已经好像超过了700,000年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就是这个时期还没翻转，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在非常可预见的未来，搞不好你还活着的时候，地磁就突然消失了，然后就不见了，然后就翻转了。OK， it could happen。那除了这以外呢，我们也是处于就是地球非常长的间冰期，这样就地球隔一阵子就会有冰河时期，隔一阵子就有冰河时期，原因也是一样，就未明。那冰河时期跟冰河时期中间叫间冰期，这样。就是冰河期跟冰河期中间，我们这个间冰期也是特别长，这样就是已经长过间冰期的平均值，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it just need a little kick， 你知道吗？就算你多今天多打了三通大哥大，这样，哎，从此之后你就出一个地球下一个冰河时期，这样。不过没有关系，那时候我们只要移民到台南去就好了。冰河时期是照不到太阳的地方会很惨，这样。好，这样成功大学应该会很快乐。好。再来是第三个，第三个呢，这个第三个重要的这个东西呢，是它是 vitally important。To share。As from solid winds。所以这个基本上，然后下面的话，如果待会同学有更多 facts 要补充的话 ，that would be great。可是主要其实，在对地磁而言，几个非常非常重要相关的，然后非常 puzzling 的 facts 是这个样。第一个就是说，它几乎跟自转轴平行；第二个的话，就是地球的地磁曾经翻转过好几次；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事实上是太阳放射过来的 solar winds， 因为太阳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基本上是完全失控的核子反应炉啊 ，right？ 太阳外面并没有微体，这样，luckily 只是那个核子反应炉就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对不对？就是说，如果以光速来讲的话，地球有多小？就是说一秒钟光可以绕地球7圈半嘛。当然，光是不会转弯的啊、可是就是说，光从太阳到地球来要8分8秒钟。So that's a huge difference， 意思就是说那个是某一个核能发电厂，只是说它离我们很遥远，所以它在熔炉之中，然后 they would be okay。 好，那可是最重要其实是因为地磁还是把就是它太阳一直在发生熔炉，然后产生所有的辐射线，它其实事实上会偏折，这样，然后最后其实才会有这些，就是我们这些可以很脆弱活着的生物存在。所以我今天想要问大家就是说，那这样一个神奇的东西，当然你不能说哦，是因为我们要存在嘛，所以才有猪这样。那猪为什么要存在？就是说你可以把这所有的东西就说，是因为我们要存在。可是我觉得这是 too bullshit。所以呢，想要问大家就是说，那为什么地球会有地磁这样 ？OK， 好，所以呢就开放给大家开始讨论这样。然后我们有一、二。三、四、五，怎么有这么多组？也太好了！我们先来请工科系的代表好了。同学，好，你在哪里？他在吗？好，你们那一组有人来吗？很好。这个是哦，这个是化学跟工科的。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同学，同学，同学，
我们刚才已经这个念了期末会被当掉五个人名单这样。Excellent 好，公布同学，太好了，终于有同学到了。所以你们那一组是李，你们三个有谁要出来？怎样？什么东西？哦，当然可以啊，绝对可以。好，怎样？刚才哦，你们要这个积极一点啦、啊。好，只是没有到就对了。好，嗯，国际的同学果真非常好，这样。好，你们什么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说你们自己 explore 到现在。就讲上面那跟问题有关都可以。对啊，就是你们其实这个是你们要做的 project 嘛，那你们到现在的认识是什么这样？就是为什么会有地址，就是我看他们一些资料上面是说，先是说跟铁有关的物质，可是那个好像就是假的，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是查到一个比较可信的，就是说，就是原子跟原子，就跟原子外围电子有关。就是说，因为就是原子外围电子，如果给它加温或加压的话，就那个就是它就会加速，然后就会脱离。然后就是如果在地核中心的话，它的原子就是因为地核中心温度很高嘛，然后压力是就是好，压力也很大，然后就是。加温加压的话，它电子就会脱离，然后就逃脱之后，那些电子就会形成电子那个地磁，就是一部分一个。为什么电子逃脱之后就会形成地磁？不知道。很好，那个，所以豪猪豹的科学这个词典小补充这样：如果当原子的电子被脱离之后，那样的一个状态叫 plasma。叫电浆 ，OK， 嗯，那全世界你现在知道，然后最感兴趣的电浆就是太阳，嗯，太阳就是一团电浆这样 ，OK，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相信地球因为内部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地球就是一团电浆，嗯，跟太阳一样吗？我不知道太阳是怎么样。好 ，OK， 好，所以。你觉得电浆最后就会产生磁场就对了。为什么？因为电生磁，磁生电。好，谢谢。所以我对大家的洗脑果真有用，这样。不过这个洗脑有点过头了，这样。好，所以就是电浆，然后就会电生磁，磁生电。Good。好，我们现在请同学这样。可是不知道电流才会生磁。你怎么整天都在攻击别人呢？你要做一点有建设性的贡献。可是老师，你都喜欢挑这种问题啊，这个问题就目前还是无解，你也知道了嘛。就然后我只是先讲一下，我要开始讲。好。他先攻击同学，再攻击老师，哎，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只是我们在找答案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就是没有人可以确定的讲，我觉得就是实在是讲起来也不太安心。OK， 好，那请就是因为就是地磁也曾经反转过嘛，所以里面应该就是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我们目前是对，镜头在那里。好，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然后。就是目前有人推论出来，我们就找到的资料，他是说，就是可能是地球里面，就是就是内部有一些会有一些磁性的物质，然后它是流动的。那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这些流动的东西，那它流动的过程中，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它因为它地球在旋转嘛。然后亲友团。然后它在旋转的话，那它不是就是形成电流？然后那形成电流之后，然后它又形成磁场。然后有一个就是有点像螺旋管理的，然后就是其中一个的说法是这样，然后产生力磁。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就是是谁在旋转？是地球在旋转，那带动的东西在旋转。那它是带正电还是带负电？如果正电负电一起动的话。就电流是抵消掉了。如果地球在转，对不对？然后结果正电跟负电一起动的话，
他们造成的磁效应该是零啊，因为总的电流是零啊。总的电流是零，那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他在，就刚才说过地心，就是地心里面是那个熔融态，然后是磁性物质在转。那我觉得他因为可能是，极度的高温，然后让他有一些电子游离，就像刚才那个同学说，对，就说电子游离之后是。电子层电流这样子绕着那个地，就是它的轴这样旋转。电子，你是说电子跟着地球一起动吗？那这样好像没办法解释为什么它会，所以电子曾经会反过来跟地球自转方向相反吗？还是速度有差吧？这是反转哦，反转意思是说，如果原来是跟着。地球一起转，你要反转，意思就是你要反过来转。可是它反转不是有一段的时间吗？并不是说很短的时间，它就很短，是很短。对，就几十年而已。可是几十年也蛮长的啊。不是说它慢慢的、慢慢的，然后转过去，它不是说就是一秒，然后它 就这样反转了。Good. 所以基本上那个时间应该够它改变这么多吧。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子是。伟人传记里面逆流而上的鱼，还是他们是顺着流的鱼呢？也许他快要就是，也许他速度在减慢，然后之后往另外的方向游。OK， good。也许目前这时候他在这样做。那对那个东西我们还没有查到。很好。对，我们没有查到。good。好。所以。然后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月亮离我们很近嘛，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月球对我们地球的引力，然后造成我们内部的，也是刚刚那些东西，那它有就是可能有就是被牵引到那相对位移也是会产生电流，嗯哼，那地磁就是那样产生出来的，嗯、是另外一个说法 ，OK， 可是我猜应该都有，因为毕竟月球离我们这么近，多少一定会有影响，嗯。只是他们交互影响之后变怎样，我们就不知道了。OK， good， 很好。所以这个可以看到，你们如果上课之前有准备的话，大家讲出来就会比较专业。这样好。那可是我会觉得，其实除了比较专业以外，大家其实可以试着、多说服自己一点点。我知道大家其实不知道是因为现在那个考试变得太简单了，好。还是就是大家其实很容易，就是说接受的那个 threshold， 其实在某个程度上是蛮低的。就是你只要看到有人说是这样，比如说他是 Berkeley 的 chair professor， 然后你通常就会相信，就是说，你觉得是你不懂，而不是他说错了，可你知道吗？我常常其实说一些错的东西给同学，这样，那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们自己要被我洗脑，其实你们要自己负一定的。的责任，这样哦，所以，那像我这么顽皮的物语教授有没有？就我知道还蛮多人的，所以你们在网络上看东西的时候，其实真的要蛮小心的。不是网络上看的。Good。啊哈，很好。所以呢，这个其实跟刚才其实有点类似，就是相信地磁事实上是电流的造成。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说，那是什么东西在流？那可能就是，其实只是连地球科学家都不是到很清楚。那为什么这样流会产生磁场？那至少这个可以解释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那个电子的流动有没有是由地球的自转来的话 ，OK？ 那你可以解释为什么地磁不管是不是翻转，它好像跟地球自转轴都很接近。Good， 很好。我们来看其他组数学系的同学，那个。你们这组在吗？你们有什么要加的吗？还是 you have a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就是说，我们这组是查到，曾经有科学家利用圆盘式发电机去模拟地磁的生成。那我可以画一下圆盘式发电机的构造。Go ahead。我们上课上这么久，终于有同学到黑板上去了，这样。
那这个上半部是一个金属的圆盘。嘿。那这个都是导线。对。那我们知道，如果金属这里有一个外加磁场，就往向上。那这个盘旋转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向外的电流。流到这里，因为这个导线再流回去。那下面是个导线，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向上的磁场，也就是说，自己电流产生的磁场会再激发自己继续生电。那地球的一直产生的云就跟这个很像，因为地球内部是金属，很多熔融的金属嘛，对，所以就有很多这种圆盘。所以那个是地球的核心。对。那外面这些导线呢？因为地球内部是金属，所以这些导线就是地球内部这些金属。然后因为它的内部构造是会流动，有时候会改变，就是说这些导线的排列有可能会改变，就是说它改变的话，就是说变成。如果变成这样，那最后会产生反向的磁场，比如说第十二前六对。啊，可是那个。磁场是怎么来的？第一个磁场，就是我们查到资料说，就是因为这个发电机运作，就是首先有一个外加磁场，然后它就可以靠自己产生的磁场继续保持一些运作。那我们查到第一个磁场的来源，好像就是宇宙中有很多的微弱的磁场，就是说到处有磁场的意思。然后就由某一个磁场导致它的运作开始。啊哈 ，cool。所以就是说somehow在宇宙中有不知道什么东西给地球一个很微弱的磁场，对，然后就开始运作，然后地球产生出来的磁场是跟这个磁场平行吗？还是反平行？是同向还是反向？应该是同向。那最后不是很恐怖，就越变越大吗？应该会。大家对我是一个弟子。啊哈 ，good。为什么？白色。好。好。所以你说这个理论叫什么？好像叫自激式。自激式发电机。啊哈。好。所以就是基本上地球三号内部有一个像发电机的机组一样这样，哦，这个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理论叫 Dynamo Theory 这样，哦 ，OK， 好，很好。所以在这边跟大家稍稍讲一下，就是刚才那位同学讲的版本是 ，It actually has a name， probably have many books。It's called Dynamo Theories. That 也就是发电机原理这样，所以就有点像是什么呢？有点像是说，如果这里有一颗球，那你们如果在这边弄一个把手，然后这边一直转，有没有？然后你们这边如果接一个安培机下来的话呢，你通常会发现这个安培机它其实就会偏到某个地方，这样就会有 current。哦，如果你有在科普玩过的话，你就会知道。那这个的话，通常要么就是加一个摩擦的，不然呢，你可以加一个穿过去的 B field。OK， 所以就是发电机原理。那发电机原理其实，当然你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哎，那个 B field 是从哪里来的？那万一那个 B field 如果不是跟地球的方向，就是你转的方向一样的话，那最后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就说地球内部真的就是那个核其实是，所以我们才会有地心历险记的那个电影这样，就是说很显然是即使到现代其实我们对地心的了解还是很不清楚，所以你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论跟假设这样，So that's pretty good，所以你可以找到 Dynamo Theory， That's great。 好，我已经快要念完所有的组别了，还有是化学系的组别，不知道你们在不在。Cool. Do you have anything new to add?
就是啊，刚刚讲到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软流圈嘛。对。所以我觉得主要那个电流的效应是在软流圈发生的。啊哈。因为外面的压力，就造成它里面的高温和高压。对。啊，所以它那里面会有所谓的电，刚刚老师讲的电浆。嗯。那因为就是电子和那个带正电荷的离子，对，因为它们重量不同，所以它们造成转速不同，所以电流也会不同。嗯哼。然后就是要讲到就是那为什么它会翻转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一些比较外部性的原因，或是里面的什么可能某一点的，就是温度不一样，所以造成它可能凝结下来，然后电子和正在带正电的离子，它们的降温的速度又不一样，所以造成那个时刻的那个电流会，可能那时候正电荷会比较大，所以造成会翻转。Cool，非常的清楚这样，所以 that's great， 就是说这个同学其实事实上非常具体的点出来哦，就是说或许整个地磁产生的原因还是一样是电流，所以。大家其实都真的蛮棒的哦，这个大家都立刻放弃了。其实地球科学家，其实地磁的来源一开始大概横亘了1000多年，地球科学家都相信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你知道他们相信什么吗？他们地球核心呢是一块很巨大的铁，然后铁有磁性，所以它就像一块磁铁，然后他们觉得整件事情就是这样而已，它就是一大块，就是这样，然后你也不用解释它，它就是长这个样子。然后他们一直相信这件事情，就相信了很久。然后后来化学家先发现了，就是说地磁会翻转。他说：“哦，那somehow这块铁它是球的，所以它可能就转了一下 ，or something like that。”哈，那其实没有特别人，大家特别是注意这件事，哎，所以。可见大家真的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大家都立刻跳过了之前那一个，就是说一块大磁铁的那个时代，就几乎没有人相信，或者说现在文献这些都被盖掉了，所以，大家都用从电流的方式来解释这样。所以这个同学其实就是说，他们其实刚才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电浆里面带正电跟带负电的离子，他们其实事实上质量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地球的迁移的时候，其实事实上他们可能运动其实速度也不太一样，然后因为这个速度差，搞不好其实事实上就会造成电流。那如果是因为比如说突然有一颗很恐怖的陨石撞进来了，然后somehow改变了这些东西运动的方向，所以地磁就会反转。 OK， 所以 这似乎在某一个程度上面其实可以解释的就是前面那两个很重要的 facts。 OK， 所以就是说刚才几乎所有的同学除了那个发电机的同学，就发电机同学是比较着重在说，反正我们地球的中心不是有个磁铁，是有个发电机这样，这你相信的。好，那其他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相信说，地球外面那个软趴趴的那个 plasma， 其实才是整个东西 puzzle 的地方。好 ，so that's pretty great。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两个不同的理论。那我其实最后还是要稍稍跟那个。就是说地磁是有个巨大磁铁的那个理论哦，就是要送个钟这样。其实对我而言，我一直不太理解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小时候有玩过磁铁，你就知道，你就随便拿一个东西夹着去给它烧一下，磁性就没了，真的磁性就没了，然后你的零用钱就没了这样。那我是烧过十几块磁铁，非常有用，就是瓦斯炉就好了，然后它就完全没用，它就跟废物一样。然后你要磨很久，你知道吗？你要拿磁铁磨很久，好，它才会稍稍恢复一点点这种死灰复燃的这种磁力这样。所以呢，就算有人天纵英明的在地球的中心放了一块巨大的磁铁，它也不可能有磁性啊。所以我是完全就是说这整个理论对我最大的 puzzle 是。就地球科学家都不学物理的吗？他们不知道铁在几度以上就不可能有磁性吗？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其实根本就不会有这个理论出现。所以其实大家讲的都没错，这是somehow不是因为里面有一大块磁铁这样，而是因为带电粒子的运动才造成了地磁的产生。But what exactly is that？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两组同学，一组是一环的同学。
你们在吗？好，他们去救人了。好，所以还有最后一组是数学系跟医环系合作的同学。太好了，你是OK， 好，我非常期待哈。我知道这样讲真好，可是我觉得你待会可以攻击他。刚刚同学可能都不是很正确。你一定要攻击他吧？因为像发电机原理的那些条件，比方说像比方说有暖流圈的移动，还是那个岩浆在地就是地壳底下移动那些，但虽然说在地球上面说得通，可是在其他星球，比方说像金星，也有还有火星也有类似的东西，可是他们都没有磁场，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可能成因真的是电流，但是电流的来源并不是就是像他们讲一样是从岩浆里面的东西。嗯，对，我是这样想。啊，其他都被讲过光，所以我不知道讲什么。啊哈 ，OK， 所以你的重要结论，你刚才一开始说一个很重要结论，就是说大家都是错的啊。因为他们的条件就是他们说的那些，虽然说在地球上的确是有，可是其他星球像金星就有类似的条件，它有暖流，就我查过它好像是有板块运动，然后而且如果说地球在四处都有磁场，那金星附近有磁场，可是他们并没有适用到这些原理，就是说像金星它就没有磁场，然后当然火星也是，就有类似的条件却没有类似的结果，所以我觉得可能理论上是。这是同学提的理论是有问题的。OK， 好，所以我们这一组这个所有报告的同学，其实给我们还我觉得是还蛮高深的 background 了。那在这边，其实我会觉得，就是说，虽然有时候我常常面带微笑，就是当你们在发表理论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嘲笑大家的意思。这样，事实上是每一次为了要上普务课，我从早上心情就很好，好，因为要先自我感觉良好，才可以告诉你们说，其实物理是很有趣的，好。那可是我还是会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查到这些资料都蛮棒的。那下一次其实如果你可以稍稍更棒的，比如说像这一组同学用自己的逻辑把它吃进来再转述出来，我觉得那会更好。好，就是说试着把你可以吃得动的地方消化掉，然后再转述出来，而不要常常quote权威的话。其实这个是为什么我会开放一些时间，然后让大家讨论。其实这不见得是学习最有效率的办法。可是是啊，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些稍稍磨一下下，所以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说不是你这报告，然后 you actually have something new to add， 你可以举手发表意见这样，有其他同学有其他意见吗？你有什么意见吗？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吗？所以我们现在就，如果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话呢，那我们呢就回过头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一个状况底下，其实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其实它不可能是里面有个翅膀这样，所以其实整个的重点就是第一，这朵花真的画得很漂亮这样，就地球事实上是有一个 core， 然后外面呢事实上是有一堆可以流动的 the magnetic fluid。那如果你真的要去描述这个 core 跟这个 fluid， 事实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先回过头来，就是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short answer to this answer is actually to this question is actually very simple， 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地磁。好 ，a longer answer is the following。The longer answer is。The magnetism can be explained by dynamo theory. But it's much simpler than the other student is talking about. 所以我现在先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地球因为非常非常非常的高温，所以基本上它里面在转的东西正负电是分开的。它正负电是分开，其实它就像我们以前学过的什么。我们以前学过，就是一个物体里面有个正负电可以自由自在彼此流动，那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导体，
所以在某一个程度上面，你只要去想象一件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哦，你去假想地球呢，就是一颗金属球这样。那为了画图方便起见，我先把地轴弄成直的这样，免得我画错。假设地球是这样子转好了。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有一个很小很小的 B field， 如果在一开始你有很小很小的 B field， 那你去看一个金属的圆盘，它其实地球就是很多很多，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很多很多金属的圆盘，然后它在这样旋转，你去看这一条金属上面发生什么事。如果在这个上面，原先事实上有一个正电的话，你看，因为它是这样旋转，所以它的 V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V 是往，我画的不是很好，这样。我把它拿出来画好了，就说 B field 事实上是这样，那 V 的话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 V cross B 事实上就是往外面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一整个最重要的一个 geometry。所以如果 V cross B 是往外面这个方向，然后你今天假想这个导体里面有正电也有负电的话，正电就会往外流，负电就会往内流。OK， 于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常其实事实上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就发现了它变成了这个样子。它变成了外面有一圈正电在转。那这是正电。然后它在转。那因为我们知道正电转的方向其实就是 current 的方向，所以你有这样的一个 current。然后负电呢就跑到中间去，那负电反正就在 core， 所以其实你就不是很关心它到底怎么样，因为它在转，它反正就很小哦，所以它只是在中心点而已。所以这个 I current 这样转的时候，它会造成什么 B field？ 它会造成这样的一个 B field。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叫 B prime。OK， 所以你发现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哦。如果一开始你有个小小的 B field， 事实上呢，只要是地球本身充满了正负电可以移动，然后根据罗伦兹力，你最后就会得出来，它会造成什么更大的 B field。OK， 那这个不是 end of the story， 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二步，然后最后还有什么？所以还有第三步这样。好，第三步是什么呢？第三步是，如果你今天发现说在这里因为 B 然后产生 B prime， 意思就是说这个方向上面 B 加上 B prime 事实上是 increasing， 那根据 Lenz law，根据冷次定律或法拉第定律，如果今天这个磁通量改变的话，你会产生一个什么？你会产生一个逆向的电流，对不对？然后它会有一个 B double prime， 会想要去抵消掉这个，所以最后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一个，我刚才其实跟大家讲的这个东西，其实背后可以直接用数学式子解出来。不过因为它是一个偏微分方程式，所以你如果可以理解这三个 B field 怎么出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一个是时间轴，然后这个是 B， 所以一开始呢，你只要有一点点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B field。它就会增加，它增加到某个程度之后呢，它会因为 Lenz law 或 Faraday's law， 所以它就不会再增加。这个 B prime、B double prime 两个之间是反向的，它们最后会满足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是
然后会达成平衡。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地质。那你当然会说，哎，那这个不是表示说它只有一个方向，并不是。所以我们现在用另外一边的黑板来画另外一个 case。假设其实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地球在地质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地球当然还是这样转，对不对？地球还是这样转哦。然后如果你今天去看这一块上面的 charge 怎么移动，如果我们今天假设，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地球感受到的是一个向下的 B field，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 Well again， 让我们同时再看一下，如果今天去考量这一根棒子上面的速度，它还是往那一边这样，它 V 还是往这边，可是它的 B field 是往下的，所以 V cross B 事实上是在这个方向，所以在第一步根据 Lorentz force， 根据罗恩兹力，你知道说正电现在会往轴心的方向移动，反过来负电会往外圈移动，所以你发现在第一步的过程它就相反了。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就是当你把它写下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在外圈的地方有一堆负电。 OK， 然后呢，这 Omega 是长这样的，那因为是负电，然后往这边转，所以电流是什么方向？电流是这一个方向，负电往这边转，所以电流是这个方向。所以电流如果是这个方向的话，表示什么？表示 B field 是什么方向？你看很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它就完全被带坏了。你的 B prime 也是什么？也是往下的。然后最后第三步的话，就是 Faraday's Law， 就是感应定律。就是如果你今天有个 B 一开始很小，然后你今天结果生出来的 B prime 是变大，所以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往下的磁通量increasing。Sorry。我不要写在这里好了。如果 B 加上 B prime 是 increasing 的话， which means 事实上这个上面会怎样？会想要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 I， 我这个写 prime 好了， double prime， 它会制造出一个 B double prime 出来，它是反向的，是往上的。然后最后这个 B double prime 跟 B prime， 它事实上会跟地球的整个电感，就是 L 有关这样，然后呢就可以产生出所有的特性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把 B 如果是一开始反向的话，你把那个图画出来，它其实刚好就相反，然后刚好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一类的东西，我们通常呢在物理上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这就告诉你什么事，就告诉你 B 等于零的这个状况 is actually unstable，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地球而言，它会转，而且内部因为高温变成正负电可以自由移动。如果它要满足 Maxwell equation 的话，没有地质事实上是一个不稳定的解答。
所以你要记得地磁其实主要的来源其实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地球会转，那地球会转是因为地球当初在形成的时候 carry 一个 non-zero 的 angular momentum， OK， 所以那个是因为整个一开始最初运动来的。那另外一件事情是地球本身是因为当初甩出来然后重力的作用，所以最后事实上里面非常非常的热，这一个热其实让里面的正负电子基本上全部都游离了，然后是因为正负电都游离了之后，所以呢它在运动的时候就会自己产生这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一开始如果是正的它就跑到这来，然后一开始如果是负的它就跑到这来。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我们现在处于哪一个状态，对不对？地球是这样在转，对不对？ OK， 那如果你的电流是跟着它一起往这边转的话，你的 B field 事实上就跟你的 Omega 是同向的，所以我们的地球基本上现在在处在这个状况底下。好，那你当然很好奇说，所以如果今天我去地球上面地寒去量的话，我应该先会量到稍稍带正电的，然后才会再量到带负电的，对不对？理论上是这样。Unfortunately， 就是现在还没有定论这样。OK， 可是这个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非常非常简单而直觉的解释，就是你从如果是从这里出来的话，你就知道事实上整个东西其实是感应定律跟地球会转这件事情，他们其实交互作用就是产生这些现象。所以地磁翻转是发生什么事？比如说上一次地磁是在这里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它可能如果在下面画的话，可能在上一次地磁最后比如说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它可能不小心被撞了一下，所以它可能变成这样。它变成这样之后，只要这一个东西在这里比如跑到这里，有没有？它可能其实就翻到这里来了，然后就变成这了。所以其实在这一段状况底下 OK， 就好像其他同学讲的地磁的翻转有可能是因为 external OK 或者是 internal fluctuation。 internal fluctuation 是说你地球在转的时候有时候刚刚不小心比如说因为地震或怎么样就卡到了，那 external 其实最简单通常就是陨石撞进来了、那通常这个 external 其实就是月球的贡献其实是只有一点点，因为月球其实是我们还蛮忠实的伙伴 OK， 它自从在轨道上 以来这样、它就还蛮乖的这样，它并没有没事就恐吓一下我们、如果它常做那件事的话呢是没错，它其实就可以直接造成更频繁的地磁的翻转这样，那可是并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一个理论，虽然这个背后你要解出这样的一个解答出来其实可能是超过你们现在的程度，可是如果你去理解其实很简单的，就这个 slope 上去有没有，这个基本上是一加二是重要的时候，所以他们 hand in hand， 然后从这个这样跑上来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其实基本上是三跑进来了。所以你可以去想象，就是说这个往上爬的过程其实是什么？其实只是很单纯受到罗伦兹力，然后它自己就会 charge 会 separate，charge separate 之后产生电流，电流就会产生磁场，所以磁场你去算一下，它就是同向。然后这个下面也是一样。所以你看这个理论，其实它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它其实没有需要特别假设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其实也是一件非常 surprising 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中心的核不是铁的话，这个理论可能会早一千年出现这样。那因为理论，因为铁本身就是有磁性，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铁就是磁性，所以、所以其实现在当然我们还不是知道答案，可是 most likely 地磁的来源其实跟铁本身没有直接的相关联性。那当然铁可以释出电子，可是事实上其他的所有的金属也都可以释出电子这样。所以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就从 B 等于零是 unstable， 然后就可以出发，最后就可以形成这样的一件事情这样。So that's actually pretty beautiful。那你在这边当然可以试着去改变旋转的方向，比如说我在这边只考虑就是右手旋，就是地球的旋转方向，你可以倒过来，就如果今天有一个星球的旋转方向跟我们是相反的，那你自己可以 go through 所有的东西， it will be exactly the same。 那这整个 argument 的重点是在于什么？整个 argument 的重点是在于地球如果本来原来快乐的转，
完全没有 B field 的时候不会发生任何事。可是你只要一开始给他一点点正的 B field， 他就跑到这里来。如果一开始给他一点点负的 B field， 他就跑到这里来。那这个其实就是，如果你从位能的观点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 double well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点像是说 B field 事实上就在这里，你稍微推它一下，它就跑到这；你稍微推它一下，它就跑到这。那地磁之间的翻转，事实上很多原因其实事实上就是外来的原因，这样，比如说上一次有陨石撞到地球的时候，它严重干扰到其实上面这些 current， 所以呢地磁就转了。上一次地磁翻转就是被陨石撞到这样。所以地磁翻转或许不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情，这样，就是他自己本身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什么关系，我没有 GPS 的这样、那 well， but 地磁会翻转通常以现在来讲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地球的轨道受到还蛮严重的干扰这样。那地球轨道如果受到严重的干扰，你看地球是很大一只，对不对？它如果受到严重的干扰，翻译成人类语言就是我们的生活可能受到灾难性的干扰、或摧毁这样。 OK， 所以呢这是整个地球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现在大部分的所谓的 Dynamo Theory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样。 OK， 好，然后我们就暂时先下课，待会麻烦大家11:11左右回来上课好了。谢谢。